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 OK 亲们，我们游戏是生物幻想，那我们现在要终于要进行我们的主线剧情啦。 Go。 那是什么？一定是神巫神力低微，或是灵力不竭。你看，他身上有道疤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从地面涌出。安静，不得放肆。是气血，保护地区。以其地，你没有资格成为九州共主。帝君，没事吧？可悲的人啊！共赴黄泉吧，大将军，我们来助你。你的身上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气味，那是被净洗涤过的味道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悲伤、无力、怨愤、不解，我们都尝过，对神灵感到很失望吧？那种挚爱之人被夺去，透彻心扉的感觉。只要你愿意，可以随时加入，一起一血，以生命向神灵、向神之子一起地讨回公道。不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。神和人不该是这样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来打这个卑离夫人。嗯，你伤不了。罗队。竟然没有，朕人竟然会吸收元灵之力。云星，你们要是在这女人面前使用元灵之力，就等死吧。这个要小心打。好，细雨。
贼。五段攻击。必须阻止。古里耶。不迎周家，你们老实待在原地吧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圆领，可是他放攻击的时候，圆领会被吃掉吗？我们试试看，可能不会。请先多指教。好，我们先躲开好了。去吧，雪蝶，诸神。不会，那圆领没有消掉。啊，那可能会死哎。还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用负气弹给负气弹之 K。失礼了，应该先给飞行放，再给。我问你的理想是什么？希望神灵和人能毫无纷争、和平共处。愚蠢！好痛哦！看一下哦，如七百滴好了，哎呦！又来，这种都要一击把它干掉，不然就逃不了这个邪蝶诸神的攻击了。这个打下去你是直接必杀、啊、就算你可以阻止我们灭绝神灵，但当神灵降灾，死亡遍地之时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我好痛。请多指教。哦，一次加两个露脸。讨厌，他们要弄园林什么的。放了吗？这个是一段攻击而已啊、哦！得罪了！又是血蝶。血蝶的时候会攻击他吗？是你了。
吧，月底诸神。哦，好难打哦。好，我们直接召唤中伯。还再挤一次才能打死他。绝对闪躲。好，看一下九种无常药。请多指教。哦，还可以打一次。皇帝挡车。糟糕，我们用一回把他干掉。哇，各位，我要重打了，一时不小心。去吧，雪蝶诸神。战斗失败。好了，我重打，各位，我们直接跳过。直接把他打快死的时候再录一次 OK， 因为这个道具可能会蛮不错的。好好，又重新把他打到贫血了，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再打召唤两次元灵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我想说他再打我们一次再召唤好了，先用普攻攻击。哦，普攻攻击会露脸攻击啊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我发现只要配合云青的普攻攻击打一次，我们露脸攻击就会增加了。嗯，还蛮刚好增加露脸攻击的，请多指教。好，大概再打五分钟吧。血蝶，哇，他使用了复影咒，关闭了空道。那就一直说这一回干掉他了。哇塞，你要这样整我吗？打不死啊。还好，哇，好多宝箱啊！
耶，你伤不了。速呼禁绝，好，有一个招式了。臣救驾来迟，请帝恕罪。佘世蒙，你来的真是及时，只是没想到还是让贼首逃逸，在下实在失职。他就是佘日王，神将大义。诸位是？这些仗义之士方才救了我的性命，以协助大将军保护帝君。兰香多谢诸位救命之恩。没什么。原来如此，诸位可真是帮了大忙，但是我们可不能就此松懈。戏谑之首逃逸，此时定还在城内与余党伺机而动。韩荣，传令下去，全城封锁，搜出余党，此人我要亲自缉拿。是。帝君，今日场面混乱，令帝君受惊，请帝君与神巫立即回宫，以防贼人再次发难。啊，一七弟走掉了。摄日王，请让小民略尽绵薄之力，一起捉捕刺客。这事我也擅长，只要之后别忘了我们的好处。能得诸位义士相助，自是再好不过。随我一起来吧。真是多管闲事。云兄，此举虽是为了帝君，但也是希望不要有人因为刺客无辜受害。神医，你们不是想见一骑帝吗？只要立功，他肯定会奖赏我们的。好，现在有时间就是击倒所有敌人。里面很危险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戏谑来闹事，不知帝君是否安好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哦，这边有一个。我还有时间限制哦。哪里逃？看你们的装束。你们是刺灵族的人吧？小心，刺灵族人善使飞虫之术，切勿轻敌，让我来助诸位一臂之力。哦，大义的援护招式可提供强大的弱点攻击倍率，并增加大量元灵值。这么强啊！束手就擒吧！失礼了。多谢义士相助。这才加五吧。为了帝都百姓的安宁，有劳诸位义士协助了。守住刺客！这是什么？是狗狗吗？哦，三只。诸位义士如何称呼？小民飞星。我是望舒，他是神医云青，小妹妹是西雨。神医云青，原来你就是朱二十长提及的救命恩人。
居然如此轻敌，好机会，尝尝我们气血的决心吧。这个很难一回合解决吧，我想一下哦。 OK， 那就要换。请多指教。我没办法一回合解决他们，太难了。这样用细雨的全体攻击还是很难干掉他。好吧，以我的鲜血起誓。这段时间还在记吗？呼禁绝，方才明明有人影闪过。我们先打后面这边的。配合守卫大哥的指示，先往原力搜捕吧。你那宝箱这里，这里会不会有毛球菌？感觉是不会啊。安德在这，小子，你碍事。设立扣。什么吗？螳臂挡车。方才明明有人影闪过。前面有人。本区域已确认安全，不是这里，请往别处走。他往另一头去了。哎呀！哇，这样打很累。打全体攻三个人的话，然后一回合解决，就应该就是要弄细雨的全体攻击才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啦。哎，这边好像很多。就像这个，来的正好。说，菲黎夫人在哪儿？我们就算死也不会吐露夫人的行踪。一回合怎么可能？
地挡车。不然就用望舒看望舒有没有全体攻击了。必须阻止。请多指教。雕虫小技。有宝箱，加指引弹，这里哦，他没有过去啊，他只能到一个地方而已。望舒，望舒有全体招式吗？都是敌人，对，他也没有全体招式。树骨高。好，这边没有安全。这里吗？可恶！可是我刚刚看到这边好像还有。好，我们先走这边好。不是这里，此刻往另一头去了。没有办法一次打全部啦。都是敌方一人啊，这也太难了吧。那完全没办法，呵呵。不对哦，我觉得他们攻击力比较高哎。中波没出来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他们是如何混入？还有吗？还有是20%。
去了。那这是刚才另外一边。小兄弟，有劳你了。不是这。我刚才走这里吗？对，我刚才走这里。可以啦，只是要弄那个九转什么针的，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弄那个。破甲玄标啦，就是这个。秘方，破甲玄标。最后一个了，属下失职，让大人受惊了。这是怎么闯进来的？啊，大人不要受惊啊，不要受惊吓。哪里啊？走错边了。你老说去左边看一下有没有东西的。打得蛮痛的耶。解决。急。似乎已经擒获全部余党，只是仍未见气血之首卑离夫人，再四处看看吧。繁星追命。先把物品换回来。道具啊，那逛一下好了。
谢老汉，多亏神灵护佑。好，我们就要回到中间点就对了，先供旁边的东西，看有没有什么一些道具什么物品可以捡的。好，看起来没有。哎呦，痛啊！不是这里，刺客往另一头去了。里面很危险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哦，我刚刚走这边过去嘛 ，OK。好痛！气血至少真大胆，还好挺凶。好，没东西了，我们回剧情点吧。如入无人之地，诸位放心。花花草草的东西可以拿吗？嗯，看起来没有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及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我是看，谢谢，拜拜。